红魔虾，都说这个虾要生着吃，我还是给它蒸熟了。看蒸熟了里面啥都没有，可瘦了。终于知道它为啥要生着吃了。你看，就这点肉，蘸点醋，虾肉还是不错的。就是吃虾要蒸熟吃，看它里面的虾脑。你们看这个虾脑里面就特别空，没东西，里面稀空稀空的。红魔虾。